谢谢季九霄啊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唱得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有请这个节目单上没有的一个人，哈哈，临时，不用惊讶啊，哈哈，刘鹤春。为大家带来段西河大鼓，有请。谢谢大家啊，今天呢给您唱一段西河大鼓。刚才是我的师弟季九霄，是霄字科的，霄字科干什么？九字科的，九字科霄字科占两门。有的朋友说网上评论九霄，九字科霄字科占两门，就是他九霄啊。原先呢他是唱梆子的，河北梆的演员啊。今天唱了一段西河，我呢也给您唱一段，也是首次跟著名的表演艺术家、天津本土的贤师詹姆斯·罗学发先生这是他老人家的英文名字啊，中文名字叫罗学发啊，合作唱一段《隋炀帝下扬州》。花棒打死了，所以
样的。阳光伺候变成一只牛，这只牛落在庄稼人的手，庄稼人们就抱怨愁，牛拉车牛经地，老牛不走，鞭子把他抽，为什么年年要把春打，他的是阳光，他是在给锄头。这世界很酷。